我理想中的最佳的就是坐在那儿，在塑料袋里。然后，所以这样其实才有一个我全在他身上。他是一个高位，我是一个低位，其实是这个样子。哎，你是不是要这个高度？你是不是要这个高度？啊，你要起来、啊。你不喜欢看我高位是吧？你只要坐他腿上，就一定是你高他低。你只要没有，有那种也坐在他身上。那叫天昏地暗，转，然后最后直接黑屏。OK， 就发现办公室里发生了点事。来，姐，我拐棍呢。在这儿。